七楼黄勇文明单人两分钟。嗱，喺上一次嘅选举论坛咧，就黄碧云咧，即系我问佢嘅，咁就系、是、其实我都好客气，我都冇打算同任何人嗌交嘅，因为我觉得呢个选举论坛好白痴嘅，而家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就喺、一个论坛咧好闷啊，我嗰啲你同唔同意啊？咁啊，俾时间佢啦。结果佢咧就抽我水，话我分裂民主派。嗱，我想讲嘅咧就系1998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，民主党攞13席，60几万票，跟住沦落到2012年。直选得4席，选票得24万，啲不知愧耻，毫无反省，仲要毁过他人。讲起普教宗，你司徒华死咗，你系问唔到，问阿张文光，民主党系支持普教宗，支持国民教育，支持领会上师，支持社工一笔过拨款，全部都系你做，卖港贼就系民主党。嗱，我一路都系算啦，费事同你拗，俾你抽两句。普教宗噶。拍反呢部好噶，唔系张文光啦。你睇清楚啦，睇清楚。我而家企喺你隔篱啊。仲有，喂，你讲分裂，由2000年到而家，刘千石退党，陈伟业退党，一路最近嘅就狄志远退党，黄成志退党，中间仲有范国威退党，郑家富退党，咁唔系分裂啊？本嚟就离离合合噶啦。喂，我创两个党，有份创两个党，而家都反我咧，咪所谓啫？系咪？咩叫分裂民主派啊？点解要毁过他人啊？你自己唔系分裂紧自己咩？做啲嘢自己唔去反省，要毁过他人啊！本嚟唔谂住抽你嘅，我话俾你听就系你上次抽我水，我好客气。喂，你同唔同意啊？呢啲论坛即系吓，大家都唔系讨论政见嘅，喺度泼妇骂街，互相攻击，系咪？你都冇回应，然后就话我撕裂民主派，我有咁嘅本事，系咪？点解你攞24万票啊？由64万变24万，反省下啦，黄碧云，俾9秒你答。民主党一路多谢大家嘅支持，真正出卖民主运动嘅系黄毓民，系佢不断分裂民主派。